揭发人，澎湃新闻记者提问，还是关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的言论。Ca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reveal any more details about what happened? 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。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精神，严格约束一线部队，不得越线活动，不得挑衅滋事，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。从中方来讲，我们当然不希望